夫人，你是要勒死我吗？赶了一整日的路，实在太饿了，失忆了。无妨，反倒让人很有食欲。我是说你的吃相。嗯，这么吃确实挺香的。渡口到了一批新的货物，我得去清点运送，这几日就先不回来了。这披风我绣了好几日，灵泉镇虽处江南，但入夜也有些寒凉，你带上吧。从商不入市，不能穿仙鹤。我绣的是老鹰，摸起来很暖和，替我穿上。好。这衣裳绣得不好，夫君把它穿好看了。夫人，你是要勒死我吗？赵神医都说我已经大好了，手怎么还是使不上力？还好吧，难得你记得你娘家走镖时的功夫。记得有什么用？又施展不出来。若是什么都没发生过，你出门走货我还能帮上忙。只是现在镖局没落了，我也不中用了。夫人，我就先……这是江南含香斋的香粉，给我的。字是送给你的，明日梳妆的时候可以添几分颜色，别难过了。不喜欢啊？喜欢是喜欢，可家里如今不是要节衣缩食的吗？这香粉盒子上又是罗甸又是香珠的，看着就精贵。还有这宅子，由奢入俭难，对不对？嗯。夫人，嗯，我得先走了。夫君，听说城郊到处都是流窜的山匪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好。